听一听这个歌好吗？今天我们要做 Cobby 一个歌，然后听几遍就要完成它哈。好，开始先试一遍哈。下一次再打的时候，一个是把声音放开，一个是要用 crash 把这些结构分清楚，句子分清楚，对不对？然后你要注意它有一个规律，它其实是重复固定的段落，对不对？听懂吗？听懂了，对不对？它每一次都有一个停，对不对？然后哒哒哒哒哒哒哒嘣，哒哒嘣，哒再起来，对不对？停四拍，听懂了吗？停得特别明确肯定，听懂这句话吗？然后还有一个起拍，知道什么起拍吗？我们老打的一些 feel one two three go， 这个 go 就是起拍，听懂我意思吗？你可以用任何你的乐器去表达这个 go， one two three boom 都可以，听懂吗？ one two three 那个不够， OK open 可以， one two three 这个可以，听懂吗？你想想，我跟你说拜跑，是不是这个道理？我跟你说预备跑。你受得了吗？你受不了，对不对？好，把这个给它表达清楚，听懂了吗？一个是停，一个是抛这个字儿，好吧？还有 crash， 好吧？好。晚了，对不对？这个应该在 number four， 你忘了吗？ one， 预备，抛 one two three， 抛。好， number four， one， 最好用打两个 flam， boom， 这样飞。
肥厚一点，对不对？OK， one two three， boom。OK， on number four， and crash on number one， 是不是？好，这是第二步。哎，第三步呢，你要尽量加一点。哦，对，刚才有一件事情，停的那一下，你要有停的表示，不能停就不出声了。人家说一问停，都打个招呼，对不对？摆个 pose， 你一停你消失了，那不行，对不对？好吗？摆个 pose， 对不对？一样，拿军鼓，叮哒啦，叮叮哒咚啪。哎，两个筋，一个筋太干了，对不对？哎，对，再近一点，不啦。哎呀，就像这种声音，你可以跟 bass drum 一起，好吗？你可以 high hat snare drum bass drum 一起打，表示停，叮哒叮叮哒叮 ，yes， 这样也可以，明白我意思吗？总之你要停，有一个 pose， 对不对？因为啪有一个啪的给人的信号，这些就是信号，听懂吗？因为你坐在鼓上，你就是 conductor， 好吗？你一定要给清楚你的队友这些信号，听懂吗？虽然也是一样的结构，可是停的那个位置就大家就不用再停了，是不是？明白吗？意思吗？明白意思吗？而那个地方你就可以打很多 fills， 你可以用很多 fills， 听懂吗？但是一定要用 straight， 因为你听到人家乐队这个其他人这个感觉都是 straight， 噔噔哒哒，都是这样的声音，对不对？所以你用 sixteen， 明白吗？sixteen。你可以咚咚咚咚，这是八分音符 ，sixteen 哒哒哒哒 ，OK。对，你可以用，好吗？如果是八分音符，我觉得你可以，哎，这俩一起打八分音符 ，OK， 可以哈。你要 follow 你的感觉，好吗？再来一次，好。8 note 两拍 16th， 这样有一个 dynamics 的渐强，对不对？这样也可以，但是也可以，不是不可以，好吗？我的感觉是两拍 8 note 叮叮叮叮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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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有，明白吗？这样有点点变化，对不对？那个一直 16th 也没有问题，好吗？问题不大哈。哦，要结束了，知道吗？结束了，大家都庆祝胜利。你可以抓住他，对不对？明白意思吗？你不能结束了，大家在这庆祝胜利，你悄悄的退场了，那不行，好吧？那也太那个什么，太低调了，对不对？明白这意思了吗？我们正式开始录喽。好 ，OK， try。Time made ahead. That day at school.
biscuit.